洗机哦，不会在第二关洗吧？不过第一关你干掉一只也是可以洗的哈。你一定要放在那个很鸡巴的位置吗？要考验我叠珠就对了。哦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。请他出力掉那个弓，反正不会死就给他按下去了。刀下留人 ，Thank you， 呜呼呜呼。哎，他好像被我 KO 掉了。斜转，补血再斜转，啊，没有斜到没关系，送他离开哦。你是真的很简单。这关说要处技也可以处技啊，但你不想处都还是会给你处一下。嗯，我想一下。对啊，你看那个珠子，那个分配，就给你断心哦，或者断水之类的就可以了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记得把心珠要转掉啊。我看一下，你刚才是要我处置的意思，应该是这样，我在想。嗯，我以为那差一点。我靠！我刚看到一只蚊子，它停在我的平板上面。刻意干扰你转出，对吧？看起来是这个，也应该要先干掉那只暗的了哈。我请你拿我到我巴比伦宫里头安尼尔。哎，为什么指定那一只啊？因为你不小心按到了，是这样子、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三颗是被耗高了，是被他耗高，一万四，我的血量够耶，这样子，好像没有太大的帮助，但是多少还是有点帮助了。我请你呢，又少一康。
还不错嘛，转的蛮漂亮的那个姿势。姿势满分。对对对，姿势一百。龙队啊，对，龙队第一关上，啊哈尼啊，西德曼西曼卡。上海有头，关键是要用那个毒龙。对，第一关不太可能。用龙达应该有机会吧？龙达机会可能高一点点。有希望。龙不知道有没有希望，可能没。这个我想一下哈，那个关鬼的意思。好，我们洗一下姜子牙了。不要做攻击哦，记得不要攻击。二消过了，光巴比伦已经轻松通关了。你可以慢一点吗？可以慢一点。我们的观众没事。那可能是 Elvis 的账号。对啊。啊？哦呼！好像是。这局会不会太烂了？这局配盘是，你要捡到配。OK。不晓得为什么我想要开这芭比的，我就是想要开了。哎呀！啊靠！把自己困住，再出来！啊，亲你老亲妈！有死无？你无死，我就死啊！啊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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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路那有差，当然有差，差三百多万呢。我不给他黑的啦 ，I love you， 我的鸡鸡呀，对不对？哦，黑黑腐蚀哦，稍微略过一下。哎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的哈。对，我要处计啊，我要处计，所以不能太大力。所以基本上，你既然不能太大力，这时候就做一个这个叫做，就是不要做直排式了哈。My God！ 看，人天降笑你，我这威力会不会太大了？我操！吓死我的毛！有没有故意少一个哦，让它光度少一点。还有三回合哦，撑一下，撑一下，好大好大！看三回合怎么撑啊？我没有攻，我没有猪哎。咚咚咚带呀！你脑袋嘞！龙队很难打，跟你讲，龙队不好打。龙队第一个，对，这边第一。这时候留按，对，第一关要吃土了，不用想了。留按住就不好打，就不好打。留按住各位。你要按住哈，留按住哈。你冲啊！完。哦，看起来有点机会了哦。开边。做五五波知道吗？五颗五颗生一颗的意思就对了。五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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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 ！Oh my god！ 左边的强化光留着哦，各位。应该是别带了啊！外墙挖光，外墙挖光，外墙挖光啊！
承受一击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承受一击。嗯，因为我们强化光没了，所以我们要被他揍一下。我也是很不一定，我是怕我的强化光再被消第二次、啊，所以我决定了，告诉各位有关键，这时候露娜就给他开下去。我记起来就强化光魔。你用那个玄冥灵量啊，你做你可以开露西的哦。你做那个什么，我忘记了，我没有用过露西吧？我来，我刚才掉一二三，那是火转光，我记得火转光。你做一颗强化火，强化他不然就做一颗强化火，二选一啊。对，我看一下光哦。你现在做两个选择啊，强化水，强化水，火水转光，强化水，我强化了。我懂。你先切猪啊，切猪啊，你切猪啊，不要做纸张就好了，不要做纸张，不要添加、啊。切什么猪？不要，你只有这颗，你只有这颗水，做不出来。啊，我懂，林月你想这些啊，你去讲一下。啊？冇，听不懂还是？强化木，先搞光强化木。你先把心跟木想办法消掉，光珠不要撞在一起。我感觉有点难。那谁做强化心是最快吗？马上去转下去，通常都会转到吧。强化心。强化心啊！你马上去转下去，不是强化心。强化心好，我们来做个强化心好了，这样最安全的。Perfect！ 有没有看到胜利的光芒了？我有看到了。你这样转，马上就去转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样会不会太猖狂了？哪呀？等等，来到他，你就不用听。就不怕？看我的！将将将将！这珠子好像不是分配人了哦。我操，700多万！舒服，好了，巴比伦好像比较好过一点。哦，我不用双路西法啊、哦，我单路哦，单路哦，单路单路，五颗下去 ，CD 二打不死你，没有刚才那样比较安全一点，刚才那样比较安全。因为我是怕我做完光珠有没有五连珠，然后天降有没有，再把我那把我那个强化珠把我弄掉啊？我是担心这个状况。好，接下来换全水好不好？换全水。